可是如果有在看的话，监制，你有没有想要拍第二季呢？真的很多问题就是，Is there season two？我要问监制哎。对哦，可是可是，我，对啊，我就是这部戏真的好多人支持，然后很开心啦，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，对吗？是，没错。监制有在看，嗨，来迎监制。对，真是好。监制，所以考虑一下，我们很多朋友都想要看 Season Two。没错，很多呼声。好，下一题好不好？其实呢，就是可以给大家多认识你嘛。所以除了这部戏的一些问题，我也选了一些别的问题。OK，所以他们就问到说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演员？然后你刚加入新传媒，你会适应吗？说真的，适应呢，就是还在一半一半，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很有规律的工作，然后现在当演员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。可是为什么想要当？是我觉得当演员可以体验不同人的人生。我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珊珊的角色，我怎么可以当一个快27岁的女生演一个20岁的女生呢？就只有在戏里面可以这样子去 explore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鲜，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体验，对。对，因为我也是觉得说，好像有人问我，你以前是想要做什么的？然后我其实想要做很多很多东西，就是很多不同的工作我都想尝试。然后现在当了演员，我都可以尝试。是，你看，玄彬接下来那部戏就是关于一个大大的梦想嘛，就是关于一个成心之路，所以他就可以体验关于跳舞啊、唱歌啊各方面的尝试，对对，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唱歌，不知道在片场你有没有听过我唱歌？我每次不对？逼大家有，听的，你有逼，我真的有认真在听。所以因为我很喜欢唱歌，可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说，诶，其实他可以唱的蛮好听的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借下部戏给观众朋友看到，说，诶，其实还有这一面，如果改天想听我唱歌的话，我很乐意唱给大家听。我有去看那个我们的主题曲叫《温习》，就是郭美美主唱的。然后她下面有留言，因为头几句越南语是 Chantel 唱的，然后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主角唱得很好听，所以你唱歌是被认可的，真的。我有在 press con 的时候唱那个越南派。那你现在在忙什么呢？我现在主要是做主持方面，对。就也是很好。也很好，因为就是公司也希望说，因为我是新人嘛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你上一年演戏，然后这一年也可以去试试看主持，看有没有什么是适合你的，可以再试试看更多不同的方面这样子。这样很哎，好。我自己也很喜欢主持。什么？你是看到大安家，娜吗？对，我没有，大家呢，可能他认得我戏里面的发型，因为我是短头发嘛，然后可能我现在换了一个发型，他们不认得我，我就是在戏里面那个平头，然后一个冬菇那个珊珊，珊珊，对，他是珊珊，OK。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的 AP 安娜进来跟我们讲嗨，她要我唱歌。可以，我们请没有没有 Chantel 没有，秀一小段。我刚刚在唱今天的《It's About You Oh，》，OK。然那后，你会记得越南语吗？就是你戏里面还是都忘光光。我已经还给老师了。当然，那些就是 basic 的，我记得啦。好像忘了。我知道，那个姐妹就是 GM，我真记得是对，姐，哎，没有，hello 怎么讲啊？Hello，你是 Hello，忘了，什么？新疆，新疆，对，老我在师，旁如边果你偷听偷到的学，话呢，对不起你。而且我们真的很谢谢各位
协助我们越南语的人，就是导演也很就是配合我们，因为有时候在录越南语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是不顺的，所以他们很有耐心，让我们每一句都说得很完美，所以很多观众都反映说，你讲得很标准，而且就是连越南人也跟我这样反映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学得非常好。你知道我跟你说一个小秘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以为说越南语不会是我自己说，我以为会配音。我以为，因为我就看了那个剧本，我就不可能要我自己讲啊，因为这么多剧哎，我真的是一段片一段片在讲越南语哎。然后真正的想说，轩婷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自己尝试讲越南语。我讲哈，Are you sure？他就讲，真的，如果你用心学的话，是可以帮忙加分的。然后没我下错。次了之后，我也发现呀，还好我那时候有听他的话。还有比较有临场感，就是不会说观众突然间就听到好像其他人的声音，然后就看听到你自己本来的声音这样子。还有我们的导演 Christina 导演也进来了，哦他留言说。，Hello，Christina，他最留讨厌拍你们说越南话。我记得那时候。就是我有一场是我要学越南语，然后我的大字报是在我面前这样子，一个一个字，我翻译成了广东话，导演，哦，对，广东话很好。对，我翻译成广东话一个字念，所以我自己只是学几句，可是看到玄跳他们每天的台词，越南台词都这么多，我真的是超级佩服他们，所以你们真的是非常用功。然后，因为刚好导演有在里面，Christina 导演要感谢他，因为我在他 round 讲了蛮多越南话的啊，还有我很多感情戏也在他那里。所以，我们这部戏有两位导演，Christina 导演和岳婷导演。其实，我觉得这次的 team 真的是梦寐以求的。可能你还没有就是跟很多不同制作组合作吧？可是我自己呢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我遇到一个。很谈得来，然后在拍戏的时候，好像在靠朋友叙旧聊天哦的那种感觉，我很珍惜哦，我很喜欢真的，呀。那种默契要慢慢建立起来也是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好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 question。他说，如果现实生活中。你走散多年的妹妹不要和你相认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放手，还是会死缠烂打？我也有一条问题先问你，然后你可以想想看，好就是啊。如果你的妹妹就是在剧中没有被抢走，就是没有被抓走，你觉得她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这是我自己想要问你的问题。我好，好先意思。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是，因为有愧疚，就是因为她妹妹是不在我眼皮底下被抓走，所以我肯定却觉得我有一个责任去把她找回来。就是无论是多难，就是我也是会像芳草一样，就是拼命的去找，虽然碰钉子啊，吃苦，可是因为毕竟是亲人血浓于水嘛，所以就会想要把它找回来。可是有时候真的会需要自己很强大的心理，就是心里面要很强大，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啦。不然的话也是蛮 tough 的。可是我会去冲，所以我支持。芳草的对哦，会哦，会。我觉得我不会死缠烂打，我可能不会这么快放手，因为真的找了好久，是而你每且天都是做梦梦到他，你每天都好像对他有愧疚，所以你肯定想要给他一个就是答复也好，就是给自己一个答复也好，给他一也给个妈妈一个答复，对吗？没错没因为芳错。草妈妈就生病了，所以不可能。太容易放弃的。好，那对，我回复你问题吧。我觉得如果珊珊没有来到新加坡和我在越南的话，她的个性会跟我差不多。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，就是在你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是非常好的，对吗？所以可能两个人非常好的话，他们性格不会。
差得差太得大太了。远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他们又是在那种一样的环境长大，所以应该会一样吧。其实我们在 live 的期间也是有读你们的 comments，but like，因为很多 comments 我们都有去看了，可是没办法一一回应，就先跟你们说先抱歉。来，还有些人问，你可不可以用越南华语来跟大家讲几句话？我在剧中的越南华语就只是说了两个字，就是越南，这个就是唯一我说的两个字。OK，我可以说几句啊，可是拍了好久，有点忘了，所以大家不要笑我是，OK？的。今天我很开心，有我的秘密来跟我做 live，我要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戏啊，然后希望。你们会支持，谢谢。我已经忘了，已经很厉害，大家 我已经进知了。道我是那个妹妹嘛。然后呢，你看，她叫麦凤妮，所以那这边就有个凤妮，你，凤妮，大凤你，凤我梨，凤你，很冷的嘞。因为我跟随蛮手好抓笑着，的，我很就。好笑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房间里面彼此。最闲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是，况？就是什么都瞎聊。好，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？因为等一下我们的姐姐也会进来跟没你做错。了。我要跟大家说，可能大家刚刚认识我，或者是从这个珊珊这个角色认识我，可是希望以后我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作品，或者是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我。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过江新娘，还有支持选挑新的戏，然后继续看下去，然后你再告诉我们你觉得过江新娘怎么样。那我今天这个 live section 就先结束啦。也谢谢大哇，其实家来陪我等一下，你们。先不要离开，我还有最后的话要跟你哦，说。好好好，我以为我就自己讲。在你说拜之前呢，我就好。想说，其实我们都是新人，然后其实新人最重要就是在等机会，然后等到一个自己可以发挥，可以让观众认识到我们的角色，然后我就比你早先一步吧，我就找到了这个。过江新娘里头的，我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麦芳草，芳草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来，我很开心，因为大家可以从这部戏认识到我，然后我觉得你也很棒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很多部戏，我希望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好像这样像芳草一样的一个角色，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你，然后因为我觉得你演得非常好，然后你就是人也很好，所以 I wish you all the best。谢然谢后希望你，接下来我们会有机会再合作。我也非有常啦，你希们望。这么有缘，好，而且我觉那我得们这个今角色，天对，也是很，我是很庆幸我拿到这个角色。然后无论是什么角色的好，只要把它发挥好就好是你一定会的，你一定会的。我觉得给你什么角色，你都会演得很好。那我们就了。下次再合作。对，我们下次再合作。如果有人想听温习的话，下次选挑练好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给你们收一段。其实我已经录了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可我以已经期录待。了，是，其实我也我在准很快备一就会小回，段，是吗？可那是我们是可以多抛一些吗？之后我还没有弄好我的。那如果大家期待的话，就可以关注Chantel，然后关注我的。Instagram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更多消息。那我先跟大家说晚安，也谢谢 Chantel，谢谢谢谢 Jimmy，你，拜拜。拜，再见。